裴若曦，滚出去！什么玩意儿啊？滚回去！裴若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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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滚回去！大陆军车在厦门集结，两岸这边的危险。为了迎接一个美国来的裴洛西，台湾同胞，你们愿意这样做吗？你们觉得值得吗？战争离我们不远了、啊，台湾海峡兵凶阵危，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、啊，已经一段时间了。这个台湾海峡弥漫的瓦斯，你一定要去把它引燃，把它点燃吗、啊？我们身为台湾的一份子。我们绝对不要看到战争发生在我们台湾这个地方。现在美国呢，处心积虑想要点燃这个战火，那我们台湾的乌克兰的话，我们怎么能够接受这个现实呢？任何人没有反对这样的事实，就是对不起台湾人。我们一定要很清楚，很清楚，我们要很理智，很理智，没有任何理由让台湾沦为战场。没有任何理由让我们台湾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，更没有理由因为美国去对抗中国，让我们台湾来承受这样的一个对立，这样的一个灾难，我们岂岂以为不可。而且这个时候是我们站出来最关键的时刻，我们每一个人不能再装着睡觉了，我们不要以为天下没事了。我跟各位报告，战争就在我们门口，在一念之间，我们可能生命财产的就没有了。台湾同胞，我们要站起来，心手相连，勇往向前，不然我们的生命就被别人决定了。我们要活得有尊严。不要脸！不要脸！裴若曦，滚出去！裴若曦，滚出去！裴若曦，滚出去！什么玩意儿啊！什么玩意儿？什么玩意儿？什么玩意儿？18、18、18。裴若曦，滚回去！裴若曦，滚回去！要和平，不要战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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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